市府每年伫个暑假期间举办台南市英语阅读局，一直以来拢受到市民朋友的喜爱。今年迈入第三年，市府配合英语的注册，针对无同族群规划一系列的闯关积点活动。市长温伟铁甲赞助企业做伙为阅读局解开序幕，并且邀请市民朋友加阅读，提升家己的英语能力。很高兴，我们第二官方语办公室以及我们教育局、文化局共同协力来接办这个活动。啊，刚刚主持人说我们很有心，但是有没有力要靠各位，各位真有力啊，各位真给力啊。那因为各位的努力，能让台南市民，尤其是我们的学童、我们的各位同学，能够有一个好的英语学习环境。真的是美国的经典，历史已经超过50年。记者会安排各小组的代言偶像大红果。以及 cosplay 专班的饥饿游戏男女主角也共同登场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大家知道台南位处这个南部，那么虽然是六都之一，但资源相对匮乏。那 都是因为各位给了这么多力，各位这么多出了这么多力，能够让台南的学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的契机。机会是人给的，但是要靠自己把握。黄市长感谢市府团队以及民间企业共同协力举办这个活动。台南现在是六都之一，但资源相对欠缺，也借由各位的力量，强化了市府推广英语，正做是第二官方语言的决心。